全台湾 T3 基金界帮冲到今年26个月，一度的行业是无办法营业。新中间考虑到现时疫情的发展，是单枪米甲米切在清洁处是解封开放。不过米甲的院长就表示过，点收改良业过后重新开张，业绩是跌到了境界以前的以上，现时营运是有困难，甚至影响到了生活。对呀，县政府喺回应讲，是否有随时嘅登记嘅店家，就做啲申请延忙纾困退款嘅方案。时间比较好，再来教他做指甲，帮你做。让林克说明过程过后，开始不用手指甲。业者讲，呢条路已经走了26年嘞。假使年嘅 SARS 疫情，业绩未摸比两百个疫情，让很多案例开，口袋不水，韩国水填掉，还有临时老材料了成本，手里还摸到日常嘅营业，业绩本系几了钱。按照疫情以前差不多一张嘅25万人差不多，那疫情以后按照差不多。通业绩掉到25000左右，差不多有90%哦，是啊，生意是变动唔好诶。因为我诶数字甲做些时候弄团体咧，所以转来涨一下诶。业者讲，呢下新主人每甲不能列做米解封嘅风险，唔过落住股还系冇来主会事件，可能是有群起感染嘅风险。为咗停手点呢，做啲外国两百个难关，新主人政府接受申请纾困方案。我就按新主人啦，你要有随时登记嘅商家，你是可以申请本人咧延忙纾困退款，最高可以退200万。原本申请。强台港应该参考按新竹县政府的网站吼，纾困专区。照新竹县政府统计，以下总共有35件服装业、韩国66件制造业申请人工薪资补贴，共3年纾困金部分，总共有3件娱乐人气申请，合计大约5629万元。还有旅馆、农民秀，总共有79件，合计大约5072万元。天数人民，内国200个日钱。哈卡新闻，王文耀进入报道。